古装传奇巨制《武则天秘史》自开播以来话题不断，伴随着居高不下的收视率，网友们连篇吐槽。除了樱桃在剧中大尺度演出失身暴乳镜头雷人外，年近60岁的刘晓庆上演大胆床戏更令人吃惊不已。美人出浴，激情肉搏，赤裸上阵，网友纷纷表示被刘晓庆 hold 住了。年近60的刘晓庆各种美，各种嫩，各种秒杀观众，美艳绝伦，完胜扮演年轻武则天的妙龄女星樱桃。樱桃的热吻和失身镜头美艳有余，味道不足，完全被武则天专业户刘晓庆的肉搏戏所掩盖。从95年的武则天到2011年的武则天秘史，已经过了16年，刘晓庆却依然可以演绎一个精气神韵上完全不减当年的武则天，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演技。